首先第一步呢，就是我们的很多用户来到我们场馆以后呢，看到了穿越火线，看到了 Crossfire 这样的一个 logo， 就会非常亲切啊，这是他们很多年一直在接触的，一直在尝试的一个线上游戏，突然看到线下有这样的一个主题场馆。한국여행은성과나상해같은중국의1위상급대형도시로저희 CF 실내테마파크를확대하는것입니다현재다수의쇼핑센터들이 CFIP 에많은관심을보이고있고입주협상조건중에있어서내년부터본격적인사업확대가예상됩니다然后今天来玩这个穿越火线四大展，然后觉得非常的开心，然后很辛苦出了一身汗，然后也好久没有玩这个游戏了，然后今天回来爽一把之后，决定回去立刻打开游戏再玩。